政学系许道然主任推荐公共行政学系毕业生。毕业生叶梅丫的上学期既有181位，下学期既有137位，合计共有318位。经修满规定之学分总数，成绩及格，准予毕业，并向校长推荐。一、学位授予法授予公共行政学学士学位，推荐人公共行政学系系主任许道然。哎呀，刘道姐，哎呀，这是高雄的吧？这是高雄的。这难度有待吗？可以啊。这录影机吗？有请。